我做，因为我也想学一下五星级的做法。真的，好不好？哇！他说我做，因为就近可以学吧。嗯，好，来请师傅。好，来，开始问蒜苗哦，我们分蒜绿跟蒜白。 哎，不是说吴师傅说你做，他怎么是吴师傅？哎，我先切，我先切，等一下，香油，放香油，香油，我觉得我切太大了，这样够不够？哦，这样够，来，放一些蒜绿进来，姜紫菜炒过，炒过，为什么？炒过紫菜香味就带出来，哦，有时候，可以炒，哦，对，把它给炒过。 实在可以先炒过，真的、啊，还会才出得来，还会才出得来。对，来炒过之后呢，高汤进来，切一管的料。这鸡高汤还是大骨高汤啊？鸡高汤，然后整个爆把水锅撤掉。是的。来，姜丝。要切这么撕啊？切越细越好。我们刚刚姜谁切的？姜条锅啦。哇。 香肠，进来煸，这边刚刚不要用加油，它自己本身就有油了，这一半的部分哦，你就从这边四颗蛋，取两颗蛋黄出来，怎么用来炒饭？对，其他这边你就把它拌均匀。布拉提加进来，布拉提不需要炒，不需要，就在蛋里面，我以为炒过比较香嘞，那蛋就呈现有一个香味出来，我也炒过可以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味道，这边放香油，紫菜蛋快好了，葱花，胡椒粉。 那调咸呢？盐巴，哇，很多，这么多，你看，多盐巴，你们调的，你们调的不就是不够啊？你们很小心加了半茶匙，对啊，整米饭抓一抓，哇，天哥，他给你炒一大，他给你，哦，其实所以它可以干炒，它会出油。 不切整根炒可以吗？整根炒谁受得了？整根炒，整根炒都要加蒜头，蒜头，对不对？整根谁受得了？你整根炒出不了味道。可是如果有把它切，你整根味道释放不出来啊！它一待会味道就释放出来了。我有切。蒜头给谁？蒜头给炒饭，蒜头给炒饭，要不要弄香肠？要炒香肠吗？ 炒香肠，蒜头部分我拌在饭里面。好，蒜头拌在饭里面。对，有，我有切蒜。哇，你很神奇的哦。蒜末直接拌饭，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别错过炒饭的妙玩哦。炒香肠，蒜头部分我拌在饭里面。好，蒜头拌在饭里面。对，有，我有切蒜。哇，你很神奇的哦。好，这样子饭的在煸炒过程要多放香味出来，蒜白放进来。好，这边有一个香肠水。 香肠水还可以用，跟我刚把它倒掉。可以用。你说像不像这个东西，这边就很香。煎进来，去晃动。哦，现在把火打开，等它浮起来的时候，你再晃动。好，就用锅子里面的香肠的锅气。炒饭。哦，好香啊！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的饭不会好吃的。怎么回事？哎哎哎！我想吃蛋黄，你要试吃吗？我想，我像大卖场的试吃妈妈。你要不要去排队啊？哇！根本就不用倒水啊！嗯，因为它只有蛋黄。对啊。胡椒粉。 你看好干哦，少量的盐巴。你不渴，你怎么喝水了？哦，你把它搞干，它不想喝了吗？啊，喝下去就哇！好馋神哦，陈哥，好渴哦，好厉害，连炒饭失言。哥，好强。香味出来了。
进来，哇，它是新鲜的，好香啊！饭是黄的，嗯，颜色看起来好漂亮。对，这边我们这样都做对了，这边炒饭我们都做对了，只是那个只是饭没有炒干而已。它这样进来都是补水分的动作，直接都是水分，这些是水分。哇哇，然后就干匀。 紫菜，我们是没有想要紫菜要炒过了，我没有想过。然后我以为那个什么那个小布拉提要炒会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腥味啊？布拉提我没有做，对，我们直接放在蛋里。对，我们也直接放啊，因为没有讲，他们就直接放。哦，这样林俊来，他们两姐妹基本上这么多，但是他们把这蛋炒的，我一定很高兴。我刚回去看到你们备料，他们这边一团乱，你知道吧？像那 today of tomorrow 怎么样？明天以后，地球以后，我就过去看，哎呦，感动。好，来，加把菜，坐。